Hello，大家好，分享一个盐水毛肚的做法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喜欢的双击扣六，感谢大家和老铁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备料。我们准备毛肚这种青的，这个呢超市和市场都可以买到。然后呢，我们准备八角、香叶还有花椒。首先呢，我们把毛肚呢放入清水中，给它清洗干净。我们锅中加水，水呢要没过这个毛豆多一些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八角、花椒还有香叶放入，我们大火烧开，煮至两分钟，给它煮出料味儿。然后我们把毛豆呢放入，加入适量的盐，盐可以多加一些。然后我们大火烧开，改小火，给它煮至15分钟，给它煮熟。煮熟之后，我们给它关火，在这里浸泡10分钟，让它更加的入味儿。我们捞出就可以食用了，非常的简单，好吃。大家学会的双击鼓励，谢谢大家。